瑞迪克外线神准标34分右，哈里斯命中关键球中，法新社体育中心冲和报道76人透过季中交易提升战力，打造问鼎冠军的气势，先发五虎得分接上双，瑞迪克 JJ 雷迪克攻下最高34分，新成员 T 哈里斯托比亚斯哈里斯拿14分，包括第四节的关键进球，助队117-110击败金块，终止2连败。76人用三人加四个选秀权换来主菜哈里斯，还有中锋马里亚诺维奇、博班马贾诺维奇和前锋 M 史考特米克斯科特，加上先前从灰狼换来的 J 巴特勒及米巴特勒，76人打造以恩比德、霍埃尔、恩比德和 B 西蒙斯、本西蒙斯为首的豪华阵容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今76人靠住这套阵容对付西部劲旅金块，开赛就打出不错的气势，首节先发五人皆有得分进账，瑞迪克展现百步穿杨的神射功夫，四次外线出手全进，半场已拿18分，76人多点多花，金块表现也不遑多让，前三节双方仅一分差距，直到第四节后段胜负才逐渐明朗，哈里斯接获西蒙斯助攻，最后3分56秒放进超前2分，76人顺势拉出一波6-0攻势，拉大比分收下胜利。哈里斯第四节命中关键球，法新社76人今团队命中率达50%，瑞迪克15投11中，包含7投6中的外线准星拿34分 ，J 巴特勒的22分居次，恩比德15分、12篮板 ，B 西蒙。斯12分、6助攻，约基奇、尼科拉·乔基奇27分、10篮板、10助攻大三元数据 ，J 穆雷、杰马尔·莫里23分、6助攻、5篮板，另有四人得分上双，金块吞3连败。还想看更多新闻吗？欢迎下载自由时报 App， 现在看新闻还能抽奖，共70000个中奖机会等住你。iOS 载点 https://tool.tr/QOO.TL/QCT0RZN.载点https://tool.tr/VJF3LV 活动办法 https://DRAW.LTN.COM.TW/SLOT/V8/已经按了，谢谢，相关新闻。